哎呦，你是做啥子？我在这儿哦。你让我们哪能睡哟？你睡你的嘛！我问你，人民公园我那个资料是不是你放的？啊，我放的。 是不是有人联系你了？这不要紧。为了你噻。我不需要哎。你不需要，我看你需要得很。真的，你就是嘴巴硬。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，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，哪点不好嘛？我是回来工作的，不是回来耍朋友的。你可不可以不要随便猜测我的需求哎？哎呀，谁？哎，我给你煮碗面吃不是？哦，不是，你忙嘛。 喂，某哥，你等我给你买了个新房子，你看好不好？哎，啥子？是发呀，我正在给你发，正在发呢，马上收到啊！啊，好，马上发，啊，行，啊，好的，好的，行行行，对你筛完一遍，然后你再给我。 行，那你现在就把我拉进来吧。好，今天的主讲人是无双啊，我们今天的命题是针对养老，养老规划的思考。行，好嘞，好嘞。行。 哎呦，你这路很远吗？这都什么？不是，我是怕你误。嗯，你给我水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对。怎么样啊，姐？这房子您看的还满意吗？ 您看这边景色特别好，而且就在二环边上，去市中心啊特别方便，就两步路，那你小心点儿。嗯，好。那你这个房子吧，放东西的地方很少。哦，在这儿，您看，都在这儿藏着呢。这小屋是个储藏室。哦。啊，这都是房东啊新装修的，用的都是高级涂料，环保，对身体好。啊，还能对身体好呢？您看您都住上这么气派通透的房子，那肯定心情好，心情好，那身体不就好了吗？ 嗯，是，但你这房子这怎么四面透没有门呢？哦，门在这儿，看。哦，双层玻璃，保暖隔音。哦，还有那个指纹锁在这儿。嗯，指纹锁。对，现在都用指纹锁，安全。玻璃砸不碎吗？这个？这您放心，这玻璃防爆的，肯定砸不碎。哦，行，那这房租还能啊？哦，这房租的话，那个13000真的最低了。 也就在成都，要是在北京、上海，13000连这个房子一半面积都租不到。哎，这样，我2年一次性付清，能不能跟房东聊聊，一个月18000？嗯，行，那我跟房东打个电话聊聊。行，你稍等会儿啊。谢谢。嗯。哎，维姐啊，对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这个半年的房租的加上违约金和装修费的话，应该是有24万8吧？啊，对。啊，我着急用钱，对，能不能打给我呀，今天？ 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谢谢姐啊，嗯，拜拜。韦小张啊，是我，对，我想问一下，那家具在闲鱼上挂卖出去了吗？啊，我算一下六折，然后咱俩平分的话，应该是5-6万吧？啊，哎，那你今天能不能打给我，或者这两天啊，着急用啊？对，啊，好，啊，那行，哎。 好，谢谢啊，哎，拜拜，嗯嗯嗯。姐，房东同意了，1万2一个月，2年付。但是吧，我觉得没必要一次性付2年，这样季付的话压力不是更小吗？我这些钱晦气，花出去开心。行。哎，姐，我看你有点眼熟啊。明星脸。但你再试一下，因为我之前有一例，有一个保险公司是给标题承保的，行，那就争取一个投保前置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喝糖啊！来来来，里面请啊！来，跟我来。来，请坐。请坐。美女、帅哥，喝点啥子茶来？要个生普就可以。你呢？我跟他一样的。要得，稍等，马上就来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在这儿泡茶吧的，这哪有找工作的，大哥？别着急，坐会儿。哎，谭哥，嗯嗯嗯，谭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离职了。哎，我现在工作转交给别个了。抱歉啊，抱歉，给你添麻烦啊。哎，好，嗯嗯。吴老师，给我面试哈。咋在35岁以下？不是吴老师，我上个月刚过的生日嘛。咋个，我上个月还算是一个社会劳动力，生日一个，老子就像个过街的耗儿一样哦。喂，啊，眼睛摔了，恼火不？哦，要不我先回来一趟。哦，我在上班噻。啊，请过假就回来了嘛。哦，裁员啊，裁员也裁不到我噻。好，要得，那我好好工作啊。你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懂了噻。有点人才市场的意思吗？一同。您好，打扰您一下，您是在找工作是吧？哦，谁？您考虑那个保险经纪行业吗？啥子岗位啊？风控？站头？不是，是这样啊，我们是那个北京一个保险经纪公司，他在这个成都开了一个这个分公司。推销是吧？不考虑不考虑，谢谢。好，要得要得。谈不上。哎，没得事，一股不行，不还有二股的吗？哎，怎么了，谭？这怎么还追到成都来了？北京的客户？不是北京的客户，是成都的。姐，你才回来没几天，你这展业速度了不得啊！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回去处理一下。走，帮我送你。啊，不，你在这坐着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这刚来，刚点上茶。包姐，包送。别，咋茶都没喝就要走了嘞？对，别浪费了，你不要浪费了这么贵的茶。对，把我那个也喝了，那个钱在那儿结账。哎，对，别，师傅，我来行吗？你那个我的充电宝是不是在你这儿？啊，在车上，要不然我给你拿。啊，不用，下回，谢谢啊，拜拜。慢慢喝啊，需要叫我。你那追光得卡住点儿。哎，知道了，等会儿。我要的是沙发，不是椅子，听不懂吗？我们这道具车太大了，进不了巷子。要不叫几个同事过去帮忙吧？都是大件，谁能搬动啊？去找几个搬家师傅去。都联系了半个小时了，他没人接单了。导演，您看那个三轮车行吗？什么三轮车？就这拉货的三轮车。你赶紧去弄啊！哦，好嘞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行，走，快。谢谢你啊。铺的整齐点，行吗？哎，好的。我想借您的车拉点东西。远吗？哦，不远，就在那边。在那边呢。近的，走吧。哎，大爷，谢谢大爷。我来骑吧。没事，这车不好骑。咱们开上车吧。那大爷，我来开。哎，行。哎，你们别喝了，下坡你还推。行，我上来了。快上来，快上来。坐好啊。大爷，您辛苦了。没事，这点事儿。那边路不好骑吧？慢点啊！慢点，你们。没事。嗯。嘿，肖导，你还认识赵叔啊？辛苦赵叔了啊！小姑娘挺机灵的。嗯。走了，你慢点。辛苦您了。哎，导演的，我们没给钱呢。啥钱啊？整个剧场都是人家的。
来了来了，谁啊？哎，小妹，小妹，想我了没？哎呦，来的正好，我这个链子我都扣了五分钟了，我都没有扣起。哎呦，怎么又买那么多东西？下回人来就好了。那快快快！我辛勤的园丁，我不得准备准备呀、啊？哎呦，快帮我扣一下，这脖子我都拧了，给帮你扣。你今天怎么想到来了呢？我来看你呀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这穿个小裙子，戴个小项链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呦，我能去哪儿啊？我这老同事他孩子下周要结婚，我得选一套合适的衣服呀。啊，选衣服，那你不是找对人了吗？我这美妆博主。哎呦，听说你这美妆博主现在很火呀，非常知名。太棒！我听西西说，你快要结婚了。嗯，我刚刚看了，颜色不错。嗯嗯，项链呢也很简约，就是你这个上身这儿，这太长了，这会显腿短的。丁老师，哦对对对，我还有两套衣服，我穿给你看看。平时啊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也没人帮我参考。我帮你参考。哎，哎呀，平淡无奇。暗淡无光。完美之极。大爷您好，您是找我是吧？哎，你是张佩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是张佩。我就是来找你买保险的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您是有什么需求啊？我就想买那种最便宜的那种。啊，明白，先买个钱少的，对吧？啊，就是像那个坐飞机的那种保险，几十百八块钱的都可以了。您说那个是航空意外险，那您是经常旅游要坐飞机是吧？嗨，我不喜欢旅游，我连门都不啷个出。那你要不坐飞机的话，你买这航空意外险，这不是浪费吗？您今年是多大年纪？快七十。哦，快七十，那您身体状况还挺好的。哎，各方面都很好。啊，你看，您可以选择这个意外险、医疗险。养老险、重疾险，它有很多种，但是这个航空险确实不适合您，因为您用不上，对不对？啷个恁个复杂哦？不复杂，这个简单点的嘞。那我就给您推荐这个医疗险，因为您这个年纪啊，难免有些头疼脑热、磕了碰了的，这个险在分担医疗费用上还是很有帮助的。你看这个行吗？这个是多少钱哦？这个多少钱的都有，根据您的年纪和身体状况的不同，它那个价格也不一样，有的一年几千块钱，也有一年几万的，看您需求。哦，那个那么复杂，那这这我回去想一下啊，要得，好不好？要得要得，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电话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，谢谢谢谢。其实还是得买合适的保险，您那个航空险对您确实不实用。哎，噔噔噔噔，什么啊？你的少女时代。嗯，你快点，哎。好了吗？丹丹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谢谢你靠近了我，了解了我，真是不得了。说说，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，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，你是我的军旗。新书又抄起啊？抄也是他自己的笔啊。开战，这是要向谁开战啊？
不堪回首。什么不堪回首？多好呀！我小时候肯定特令您操心呢。我这太爱臭美爱打扮了。老师啊，不光看到你爱漂亮，你聪明、要强、努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哪有那么好啊？作文，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是个独断专行的暴君，连家里的桌椅都要听她指挥。我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犯。哎，我妈也不是这样，这是我的字儿吗？这个是董佳熙写的，她是怕我看见，偷偷放进了你的言情小说里。不是西西这个阔意吗？啊，很叛逆呀、啊，而且这文笔随您了。哎呦。他那个叛逆期啊，到现在还没过呢，还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。这个小白眼了，亏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得那么大。那您后悔吗？哎呦，我后悔死了。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紧盯着他报考研志愿，得让他老老实实给我选会计。没问您后悔这个呀，我说是后悔当妈妈吗？你这说啥子话？怎么可能会后悔吧？要说结婚，倒是可能会后悔。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？那您一个人那么辛苦把他拉扯大，不听你的话，还总跟您吵架，这也不后悔啊？嗯，谁让我是他妈呢？不会是要跟我上升到什么母性的本能吧？那倒不是，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，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。夫妻是缘，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，无缘不聚；子女是债，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。无债不来，但我不觉得这个债是负担。可能是我跟西西，我们俩之间脾气性格都太像了，所以吵起来有时候会很凶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他就那么一点点大，我就看着他，看着这个债一天天的长大。哎呀，就像我自己。又重新活了一次，我要谢谢他。那您那肺部的阴影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快快说嘛，快说！就是粉笔灰吸多了。你说哪个人民教师肺部没有一点阴影吗？这样，下次检查的时候我陪你去，然后叫上张佩，他现在在成都，而且那个医疗险不是也在他那儿买的吗？他盯着点他那个报销什么的，行吧？不用，你把你们丁老师想的太落伍了吧？医院各种检查我都已经约好了，商业保险的 APP， 报销我一操作就行，很方便的。千万不要告诉张佩啊、云妹儿他们，不然一堆人来我这儿，把我当佛爷供的，受不了。那西西呢？他离我那么远，告诉他有啥子用？成都离北京2000公里，告诉他就是让他白白担心嘛。再说他刚参加工作，不能让他分心。包括你们班所有同学，你一个都不许告诉啊，这是属于咱们俩的秘密。说好了。那你这样，下次检查结果出来的话，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。我答应你。嗯。哎，对，你过会儿你陪我去一趟那个宠物用品商店。去那儿干嘛呀？我一个好朋友送我一只小狗，我要给他买一些他可以用的东西。嗯，行啊，走啊，好，嗯。
亲爱的，度假结束了？啊，我最近都会待在成都了，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啊？哎 ，PB 有个新品推广啊，拍摄地就在四川周边的一个马场。行啊，就它了。但我去不了哎。我这边还有个客户提案，老板在你那吗？怎么，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工作呀？好好好，独立女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些。最新的一些推广，我跟你说一下。腹部燃脂怎么样？我腹部哪有脂可以燃呢？益生菌。入口的东西得亲测吧，才能放心让用户用啊。那我现在这个肠胃不太行，我亲测不了。行，来一个你专业的。小兰家经典演说，它那个成分不太安全吧？亲爱的，你怀孕了吧？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眼霜里面有视黄醇，孕妇禁用，所以你不接对不对？嗯。咱们转换赛道，进军母婴市场。瑞贝卡，哎，我就不作为你的领导，我作为一个女性同胞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关心一下我呀？哦，对哦，那个，这孩子的父亲是老板吧？滚！行了，马场啊，不说了啊。OK， 拜。拜。哎，注意防盗啊！我给你讲一讲，好。哎，来，您看看咱们这个安全知识啊，帮我比较注意防盗啊，可以问我啊，注意一下安全知识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大爷，那个咱们社区啊，最近出了几起盗窃案，但您不用担心，警察已经在查了，但咱们自己也得提高安全意识。您看看这个安全手册，哎，给您也来一个。对，哎。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事件频发，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大量现金不要放，出门门窗要关好，家庭财产要保密，莫向他人透底气。各位居民，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事件频发，小心点啊，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方案咋样了。咱要抓住我们也轻松点啊，可不嘛，我估计快了，希望吧。哎，你听说没啊？那个小偷是个惯犯，他不仅偷电瓶车，他还砸车窗，拿车里的东西啊，太猖狂了，太吓人了。是啊，嗯，你得多观察。人不可貌相，不能吧？姐，有人面试吗？是的，谢谢啊。老板觉得我咋样啊？你应聘哪个职位？吃吃吃啊！你说了算嘛。这太过意思，正好有点饿，快吃吧。哎，问你个问题呗。你说，你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干什么的呀？卖保险的。哎，你好生说吧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根据客户的自身的需求，在众多的保险产品当中，帮他挑选最适合他情况的，并且提供后续服务，不是只卖单一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。这工作不错，提供最合适的防御机制。但是我们。这个职业跟代理人统称为卖保险的。哎，招到合适的人了吗？没有，真是不好招。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职业。哎。
阿姨，你说张佩婉啊？对头对头。哎呀，你咋个这会儿才来嘛？我舞都跳完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来吧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哎，咱俩有缘分呀、啊，咱俩邻居，我也住这儿。对的噻，我就住你对面的嘛。啊，你哪个晓得我住在哪边儿？说正事，说正事啊。阿姨，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啊？嗯，现在呢，马上就起事了。嗯，哎呀，周身都是病啊！你说嘛哈，一个星期呢只有七天，嗯，我呢就有四天往医院头按。哎呀，张培呀、啊嗯，你说的那个，医生好、嗯、人还少的那个保险，嗯，我觉得只有那么安逸了。啊，阿姨，您这一周往医院老跑，是因为这个小毛病多，还是因为有慢性病啊？比如说有糖尿病、高血压什么的吗？哎呀，都这个年纪了。你说的这些病嘛，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嘛。对，是。哎，你说的那个保险啊，一年大概好多钱呢？是这样的，它这个保险呀、啊，它这个种类不同，它多少钱的都有，有几千的，还有上万的，就看您要什么样的。哎呦，咋个那么贵哟？我找我那个朋友烧了。阿姨是这样啊，这个医疗险吧，对健康要求比较高。因为一般上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小病，买这个保险吧，得先看您的身体状况，如果通不过，他会有条件，可能这个不报那个不赔的，您也不愿意。所以我建议您买一个什么保险呢？叫这个普惠医疗险，只要是成都本地人都能买，一年只要几十块钱。您要不要试试这个？现在正好可以买。这你只要几十块钱啊？一年就几十块钱。那你搞快给我弄一个啊？可以啊，但是这个在微信上就能买，你手机带了吗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。你看啊，嗯，就在这儿。哎，阿姨，你有个信息。哎呀，我办事嘛，你放心噻。哎呀，他啥子都不晓得，就这个样子了哈。我还在给他两个说的嘛，拜拜。哎，阿姨，这个我就一会儿给您填好了之后啊，如果明年不想买了，你就直接点这个，就可以取消了。反正咱俩住得近，你有什么不会的，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弄啊。哎呦，要得要得，谢了谢了哈。你刷嘛，你刷嘛。那我就去了啊。来，我回去了、啊。我就过去了。好。拜拜，阿姨，再见。你是多管闲事。杨雪琴，哎，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，是你是怎么想的？你为什么要找他们来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喊，不是的，我喊的。你不是说的？那我不要影响你工作对吗？呀，怎么不是你？不是你是谁？绝对是你！你怎么老给我添乱呢？我咋个就给你添乱呢？我喊人家去你那儿买保险，哎呀，有啥子不好嘛？你每天在屋头焦头抽烟那个样子，我看到起好恼火哦。你以为真以为买保险是菜市场买菜呢？那人家没有那个需求，你找人来干嘛？你耽误人家时间，你还耽误我时间。我咋个就耽误你时间了呢？你硬是你这个娃儿，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，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？人家买的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今天做着好人好事儿去了。哎呀。真的是，你以后别老多管闲事了啊！跟你说也说不清楚。哎，关了，跟你俩说。哎，我们是不得管的哈。反正你说了的，这个月的茶楼钱嘛，由你来出哈。哎呀，我付，我晓得，我不得耍赖的，跟你。那到你女娃子那儿去买保险还去不去呢？不去了噻。哦，好好要。哎，你笑啥子嘛？这石头是哪打给你的啊？你莫管嘛，摸到哪张打哪张嘛，搞快点儿。小谭，哎，我准备再找个茶馆开个交流会，我的地址差不多选好了，一会儿我发给你，你回头跟场地方对接一下，好不好？另外，我还找了一个几个都是写公众号的，给咱做个推文，明天。你干嘛呢？这么吵！我在蹦迪啊，姐。这怎么还蹦上迪了？这忙的都忙成这样了。到了成都，蹦迪不是白来了吗？蹦吧，蹦吧，蹦高点。哎，姐，你回家了，怎么还成天工作呀？还好咱俩是一个团队的，只要你够努力，我就能多蹦几次迪。加油，姐！行，别摔个大马趴了，别忘了啊！哎呦，上火。
你啥时候回来呀？这个咱家这门口也没有钥匙，我都看了。你跟我说一声啥时候回来就行啊。妈，干啥呢姐？哎呀妈，你呀，我寻思咱妈呢。我咋了？你不要。还有我，没事儿，咱妈让我问候问候你。妈来了，你跟妈说吧。哎，不愿意答应我的。哎，一凡。嗯。哎，你在哪儿哦？咋个黢黑了？还没回去啊？啊，没有，我这不家门口呢嘛，刚出门，我寻思出去吃口饭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有时间啊，你可以坐个公交车去那个魁星楼。我记得那个魁星楼旁边有一家老字号的烤鱼。味道巴适得很。行，那我跟他们说就去魁星楼啊。你看哈，看妈妈今天做的啥子啊？喂，小鸡儿蘑菇冒菜。哎呦，你这又开始瞎冒了，这不搁这儿？干嘛说你呢？这不黑暗料理吗？我不好吃啊！没有，没有，好好吃啊你！小黑啊，你怎么进来了呢？啊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咋进来了呢？来了，小黑来的正是时候，你看哈小黑。哎哎，黑子，想我没？我是发病了，刚才看你那吃小菜怎么了？闺女，想不想吃咱家酸菜啊？怕给你寄过去点儿。不用，这边都有。哦，那行，那我炒酸菜去了啊。哎，咋子了？咋不高兴嘞？哦，没有。我就寻思，你说我咋不会腌酸菜呢？你说这没学会，你的手艺啊！请你大姨大姨夫家跟家头是一样的哈，去了啊，让你大姨多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过年的时候啊，我就把你弟娃儿、把你爸带到一起来，跟你一起过年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吧，我照顾自己这一块儿，嗨嗨，你放你有啥不放心的？没事啊，啊，没事。那个你们吃着，完了我赶紧找朋友去了，人都等我呢啊。哦，快快快快去吃饭，去吃饭哈！嗯，多吃点儿。啊，拜拜啊，吃去吧啊，拜拜。奶你好，你的串儿齐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干饭了啊，家人们，就这些玩意儿呢，我今天必须全炫了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咱们这厨房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不出水啊？应该是老毛病了吧？你看一下那水槽底下有一阀门。水槽，柜子里面这个吧。对，你找个东西敲一下。
你那怎么了？怎么黑乎乎的玩密室呢？玩啥子密室啊？我刚排练完收拾呢。啊，收拾？为什么让你收拾啊？是不是怕你小姑娘好欺负？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儿吗？我可是不好欺负的小姑娘。最近丁老师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呀？联系呗。他就天天给我泼冷水，从行业前景到个人能力。人现在是武侯区一名冉冉升起的戏剧评论家。他那是担心你，他一个人把你带大很不容易的啊。我一个人被他带大我就容易啊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他当时对你们怎么那么温柔活泼呢？就不能匀点给我呀？我关灯了啊。平时多关心关心他，听见没？听到了。谁在哪儿？孙康。佳熙。哎呦，吓我一跳啊！这。我以为什么呢？这哥们咋了？嗯，来吧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来。哎，顶针，你咋还没走呢？哦，修那个女主家门口那阶梯呢。那榔头，你前儿买的，好用。呵呵，是吧？还有你，哎，咱都自己人，以后你听话，别吓唬人家。他要能回你才吓人呢。西西啊，你同事在，我先不跟你聊了啊。吓坏了吧？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？我差不多得了。哎呀，要是有人送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太担心了呀。啊，西西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打完了，嗯，那我送你回家吧。嗯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你姐不是说你自己回家的话，她担心你吗？不至于，这又不是安娜贝尔。I wanna play a game。那是《电锯惊魂》，大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空一起看电影呗。这每天这么忙，哪有空呀？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太晚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！哎呀妈，这咋的了？我那怀了，打不开。喝多少酒啊？那钥匙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子儿，这哪这？哎呀，钥匙这，你看看包里有没？钥匙，钥匙。哎，给子儿。哎呦妈，你给我吧。那个，你包给我来。哎，我找我找。哎呀，你这样这样。来，来来来，哎，能靠住吧？嗯，这个手，哎，啊，你看着挺瘦，实则挺有劲儿啊。我，别动啊。得了，拉倒吧，这包我算是捡不起来了。喂，喂。这没有啊，这个是不是落人的了？嗯啊，是吧？你先别搁这睡，咱把钥匙找着再来。哎哎哎，你好，嗯，是这个便民开锁公司不？200也太贵了。300。你先别说话啊，啊，晚上还得加100，300。你是不是听见这旁边人说话了？200不行吗？红，你还能找着钥匙不？这种300块钱呢。哎呦，那什么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那你来吧，你来一趟吧，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短信发那个地址啊。Thank you.
哎，这大爷真能唠。哎呀，是呀，但是吧，这大爷腿脚也不方便，身边一个个也没个人影儿，哎呀，怪可怜的。咋了，姐？嗯，你看那个人。哪个？那他干啥呢？哎呀，那是不是那个偷电瓶的小偷？哎，干啥？怎么感觉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？嗯，走走走走走。怎么办？他要跑了！哎呀，干嘛去了？